开始了。我是老鼠，你不要再挡我的路了。我没有挡你，我是捐沙子。捐你个头！我们合作无间，并没有。哎呀，你看，推我一下，我就要去拿我的菜。我好了。这有什么好抢快的？麻烦你回来。好，请看准时机帮我发射过去。哦，完美，一次成功了，终于。完美。我要回去了。算了，不用，我要去送菜。天哪！我刚刚在那边忙，然后你这边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今天就是怪人精。我是怪人精。哇！我不怪你，我怪谁呀？然后那个波为什么会在地上？这个波为什么在地上？波波围棋。真心吐血，请把我喷射过去，谢谢。看准时机再按，等等等等，嘣、啊！天下第一大笨蛋。快点，发射我那个弹箭好。好。嘣！我的时机才是对的，你那什么鸟时机？我叫你拿去微波炉，你给我拿去干哪里？对。送餐吗？当然是要拿盘子送啊！你要拿那个什么盘子送？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就是等你就等到天荒地老。麻烦送餐，送餐，送完餐之后，送餐，送完餐之后把波拿回来，然后再回来，再弹射我。再见，白波。不是啊，你要弹射我啊，大哥！不要乱按，好。要洗盘子，你洗盘子。什么？洗盘子。盘子洗盘子在哪里啊？洗手台在哪？我看到了，帮我喷射过去。你先送餐。我先送餐。蹦一下。知道。过来了，快点啊！等一下，暂先放一下。OK。为什么进不去？靠北，等一下。进去啊！这个是什么？尖的那个。尖的，尖的。回来，回来。你要放那个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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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手放一个东西。他先抱我过去呗。啊，上车啊！上。洗盘子，洗盘子。啊！你好了吗？好了，就可以过来了。好，我帮你洗一个盘子。你先抱我，先抱我，先抱我。我从来没有把你送到海里面去过哦。大哥，你在干嘛？洗盘子，洗好盘子，然后就可以送菜了。你还没送到那道菜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五百多了，你看，我就是。